文老他遭人设计，一步步走向深渊，最后，他破了门规，起了贪念，却也独自背上了骆家庄血案的罪名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苏家重掌商辉，一步步立稳根基。而作为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， 令尊大人，他行此伤天害理之时，难道不怕半夜里被恶鬼拍门吗？不准侮辱家父！你入城以来，我始终与你为善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误以为我软弱可欺。所有证据一件件皆摆在面前。 整场棋局，或以最大的人是谁，只能是你们苏家。大道可以泯灭天良。公子祥，我看你与苏家的缘分已尽，请便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猜得到的。